背理而行，就说呢，C E 啊，这个 E 呢是什么呢？他说你该应该做的事就是 E，对吧？非 E 呢，就是不是你该做的事，而你去动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猛做，啊。就是错反射，是吧？没有理呢，然后还认为自己有理，而这么样的顺着自己的想法就这么做，这是不 OK 的，对不对？不 OK 的。但是你反观今天的社会，哎，太上感应篇出来那么久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从来没看到说他现在在讲这个东西，跟现在的社会好像很多人在做，苟或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这怎么那么贴切？不是前面讲的好事大家都在做，坏事好像大家都在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讲。你背天啊，背啊，相反，你后面就没好事，所以赤道都下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会这么普遍呢？因为现在太普遍了。现在人干坏事，好像也没有说，好像也许不，没有什么这个不好意思的，他做就做了，他没有像以前人家还是。畏畏缩缩的做坏事，他这样告诉你，对我就是做坏事，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做坏事是有理由的，所以理由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坏事做了，哈哈哈。病毒会饶你吗？是不是？天象会饶你吗？不会的了。现在的全世界，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。市农工商，只要他想做的，他都会有理由告诉你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他怎么会在那个罐头上面写“绝无防腐剂”，害得我吃那么多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背理而行吗？是不是？也许啦，他指的防腐剂是没有放了，但其他东西放了。他只跟你讲很大声，没有放防腐剂，是不是？那其他东西吃下去也是遭殃啊。那怎么不说呢？绝无防腐剂，逗点，尚有余毒，是不是？你公平点嘛，你让人家看清楚嘛，要不然人家吞那么多，对不对？结果搞了半天，里面是放了，不是没放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天地是公平的。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天地间的运转，它各有其中的道理。你说有些它是啊什么原因？有些是什么原因？有些是鱼池之殃，对吧？有些什么什么啊，它都有关联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说现在这个 COVID-19 也搞那么久了，还是动不了。